有很多的小动物，指针会落在哪里呢？刺猬。指针再一次转动了，停在了哪里呢？独角仙。独角仙。滴滴答答，指针停下了吗？火烈鸟。火烈鸟。这一次又会停在哪里？寄居蟹。寄居蟹。钟表又转动起来，会在哪里停下呢？老鼠。老鼠。最后的机会了，指针会停到哪个交通工具上呢？蚂蚁。蚂蚁。小朋友们都认识他们了吗？我们下期再见哦。